人肉钢管师生锈，车展辣妹聊了起。哇哦！不但有中华职棒的人气啦啦队、像样女孩，还有三位比基尼辣妹，真是让大家大饱眼福啊！2014台中国际新车大展已迈入尾声，主办单位昨天特别请来像样女孩到现场炒热气氛。台中车展人潮多，暖气旺，电梯红不浪。哇！希望为展期的最后一个假日做最后冲刺，提升买气，还派出望车女郎跟民众们互动，打完划拳、泼水及人体钢管舞。非常羡慕这两位英俊的男生，对吗？除了正妹辣妹外，主办单位还提供摸彩抽抽乐，只要赏车投票就可参加东京来回机票抽奖。希望能在农历年前的换车潮替各家厂商带来佳绩。动新闻台中报道。